吃饭了吗？没呢，不一直就等着直播，你都不敢动，不敢乱动。好吧，那我给你点个外卖吧。这么好，你给我点点啥？相逢没有理由，轻轻吹着走。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，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。蔬菜沙拉，你的最爱。这你都知道吗？忘记那个词。那你能有感情的给我读一个吗？你现在有感情的给我读一个呗。我找个词好吧。好的，我发给你。我有，你有。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，有感，你要有感情的哇，你这照片背景很好，谢谢。如果 你行不行啊？是什么？我卡了，我的微信备注是什么？如果你看我的电影，听我爱的 CD，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，卡了吗？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，为爱勇敢一。跳舞了吗？不可以直接抱我。我不敢去证实爱你两个字，爱你两个字，不是对自己矜持，也不是讽刺，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，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，我很不服，我还在想着那件事。想我一次，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，如果你看我的电影，听我爱的 CD，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，来找我玩吧。我也想，不是你过两天你不是来找我吗？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，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，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，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，如果你看我的电影，听我爱的 CD，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，上厕所的时间就是跟别人都好，我俩勇敢一次，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，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，我只要你一件如果的事，我会奋不顾身的去爱你。是吗？给你点吧，不用找。我给你点，我给你点个柠檬水。我不要柠檬水，我要那个我最爱喝的那个全糖。懂了。我知道你一定要全糖，下次带你去吃大餐吧，别给你做饭了。今天我还送了这个不能冤枉大餐哦，我今天有送的礼物，很好看，他还送我一个亲手编的小手绳，是绿色的，也不知道要暗示我点什么。哎，怎么又有人送花呀？我怎么又有人看到有人送花？怎么回事？说谢一凡有吻戏吗？有人问，来，有吗？有吗？我也好奇有吗？都是曾经的事儿了。看弹幕吧，看弹幕吧。今天晚上是不是得安排一下？嗯、晚上了，吃饭歇活了，吃饭吃饭吃饭。吃饭我们俩聊的最多的话题，现在应该是微微一笑，他们又磕出了，磕我们自己也会看热，自己也会磕，磕上头了，我们牙都要磕掉了。你说的都对，好，你说的都对。就跟你走，你还不说，就是人还可以这样吗？我吃这套，我太吃这套了。我第一次来就是你，我身上再相信一点点，我就可以再相信一点点，再冲动一点点，我就不想我了。行吧，那
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，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，为什么不敢面对，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，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，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，为什么不敢面对，又打一上脸人未满，甜蜜心烦愉悦混乱，我们以后会变怎样，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的，如果张楠心情不好，我会发红包去安慰他。工作的瞬间，我觉得有对方在我身边真好。想让我说一个朋友吗？说说话，工作朋友。对，让你稍微缓一缓，我这小脑袋现在也想不出来。这个是别生气啊，这个是很开心，怎么去面对已读不回这种。也许我们此刻感觉到的心要比想象中的更加短暂，更加变化无常。就能拥有我，只要你说出口。好不好呀，你就能拥有我。二点二片，我错了，好吗？可恶了，太痛太痛，行不行嘛？我不管，你最好了。我知道错了，就一次嘛，人家想着陪陪人家嘛。